微臣叩见太子殿下，臣失仪，请殿下恕罪。大哥肩膀可舒服了，你要不要坐一下？臣先告退。都是你，大哥才不陪我玩的。若不是父皇命我随徐将军去军营，我才不来呢。你还没去过军营，我大哥可上过战场。哼，我大哥可是最了不起的男子。我哥哥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有弟弟。你弟弟能让你骑大马吗？当然可以。